紧张，别紧张，别紧张！你这样装载货物，我们可以例行处罚的，知道吧？这个运载飘洒物啊，直接要记一分，处罚200元。你有几分呢、啊？你有几分呢、啊？我太难了。这疫情这么严重，给老婆打电话没啊？没啊。刚才来这来电话来视频，跟他讲那样，回家回不了，那个家疫情严重。真的是辛苦，路过江西，江西高速交警送你一点礼物，江西腊肉特产给你，咱们开开心心的。哎呀，太谢谢了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孩子老都在家，自己不就得跑。我在大理，在那山里头待了4天，我就在车上吃干了。这车货到杭州2800公里，能挣个饭钱。2020不容易，但是过去了。我们江西高速交警的这份心意，一份祝福，给你2021开个好头。头回感谢警察对这个司机挺关心的。